呢件作品其實叫做 past continuous tense 叫做過去進行式。咁其實成件作品咧係即係我 base on 我之前睇嘅一紮書啦，有關於中國嘅一啲傳媒話啦，有啲韓國啦、日本啦，咁我將入邊嘅樹抽取咗出嚟，重新將佢組合翻，變咗好似一排森林咁樣。咁但係我自己另外再加咗一啲。 燒過痕跡或者係一啲灰燼咁樣，咁所以成個森林嗰個面貌其實好似係被破壞咗咁樣，咁所以成個諗法係，當我哋去睇翻一啲以往嘅嘢或者過去嘅嘢時候，我發覺有時好似佢哋會消失咗或者喪失咗，咁但同時間我期望佢對於我哋而家嘅生活嚟講，可能會產生一啲意思嘅，咁。 於是乎將呢種感覺咧，就擺落去我嘅呢一件嘅作品上面。